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全境封锁。应该是防火墙比较近吧，就防火墙集合。好哦，快知道了。I'll read you, Dagger. What you've got? Ugoni. A confirmed sighting of Bliss at the UN compound. He's set up in the Grand Assembly building behind heavy fortification and a wall of those fucking turrets. Oh, and he's got air support from the chopper. But at least you can tell Benitez he's here. Roger that. I'll pass it up the chain. So, this is the big one. LMB's last foothold on the island is the last place you'd expect those sons of bitches to hole up. The United Nations. And since nobody's going to pass any sternly worded resolutions to get them out, it's up to us. We've got ears on their comms and eyes on the compound. And it's clear this is where Colonel Bliss wants to make his last stand. It's also likely they're still holding Chernenko there, the Russian scientist they extracted from the consulate. We take out Bliss, we chop the head off the snake. We take out that site, and they got nowhere to run. Captain Benitez's troops will mount an assault on a key LMB position. That should distract them enough for you to breach their perimeter and shut down their auto turrets from the inside. Once that's done, we can launch the main assault, trap Bliss like a rat. But it all hinges on you. 我来决定什么？我不就是要去打爆他们吗？最后一天的体操。不要再做体操了，你要扎天最后一天。难道我们还打两个小时打不过吗？我们可以两个小时打不过大会听吗？有那么厉害？打不过吗？啊，我看到你们在地下室。哎，不在楼下等吗？我在门口。我来穿换衣服好了，我穿了急救。一穿那么久，到后来都没有再急救了。我是生化专家了，我觉得你好急哦，因为这感觉有点进化者。为什么要当进化者？其实脱掉外套也是不错。进阶武器上任，他买武器跟前面有什么差别啊？比较好啊，比较进阶。那我还看别的，去看别的那个别的长生处看有没有卖。不要再看了，该走咯。走了。如果二人四也没有就算了。是紫色。发现敌人。We're good. 哎，好悲催哦！这机枪。Gotta keep on. 你妈的，你的头发！你他妈打你的头发！这不是我的头发。每一个都就是不卖机关枪就。啊！又太慢上地雷了。那只狗狗好倒霉，在那边被晕眩，哎，不会懂哎，你吓，你不要再吓我。
看他拉不动哎、欸。没有可以换的。你射狗狗就好啦。他够哎。射狗狗它会死掉吗？不是啊。那是因为这只狗坏掉了吧？拉不动哎、欸。小旭，你再不赶快过来，你要被丢下了。我们已经快要到大会厅了。怎么你们全部都过去了？太绝了啦！不小，为什么不举啊？吓我！看我砸这个瓶子！啊！啊！等一下，直接传你好。我们到了。Bye bye. If we're going to reclaim the UN from those LMB types, step one is getting you past those guns and inside the wall. My people will draw the sentries' attention, mainly by shooting at them. That should buy you enough time to use breaching charges and cut your way inside. Here's the charges. They're wired. Good soldier.Everything's prepped and ready. We just need you to punch the clock. Clear the south gate and we'll begin the assault. 大会厅。哎呀，好痛啊！哇，有些人没有被我晕到哎，那不太妙。别打我！卡顿出来了。对，我这样卡弹是怎么回事？哎！哎呀，最后还是倒地了。好痛啊！哎呀！我的旁边。地上打得跳吗？啊、哦，那上面好像会有问题，那个子弹会偏掉，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在跟我说话吗？对对，那个台子上面它有 bug。是吗？嗯。偏掉是偏离，就是会往右边跑，比你的瞄准还要右边。Hostiles inbound on your position. 还有一只奇怪，有时候会没有办法激发子弹。直接打我啊！你说爆头回子弹那招吗？太不强了，把他那个直接打掉。会卡，会卡子弹啊！好漂亮，好漂亮。哇！我被绕背了。我也被绕。哦，谢。哎呀，死透了！你怎么知道会偏呢？因为我之前就躲在那边狙击啊。秒秒。可是我都没死。耶。那我都站在这啊！你漂亮啊，我没事的。我怎么被电到了？小旭在哪？你不是问我的吗？我不玩啦，小旭不见了。你那件，你穿的那件衣服实在太显眼了。对呀、啊，因为这个是什么？叫进化体。如果在真实的那个战争之中，你穿这样的衣服，很容易被发现。难怪我一直被打推卸。像我这样就完美的融合背景色。没有保护色的话，这样很危险。我穿了一件叫敌人打我的衣服。不
哎、欸，我怎么被你推下去了？你刚是把我推下去了。推下去。哎、欸，我现在卡在里面了，你要不要看一下我的位置啊？啊，我来看。在哪里？哎、欸，哎、欸，你怎么在墙壁里面？我才，你把我推下去的、啊。你是自己，应该是 bug 啦，成这样子。没有，你刚好推我一下，我就直接穿墙，然后就掉下去了。那、啊、我现在又来到哪里了？哎呀，怎么会刚好在掉，都跑到敌人那边的？哎、欸，你们要不要传回安全屋？你从后面穿墙打人家，人家都打不到你。哇，太快了！我爱你啊！我很需要子弹。哎，是靠近了，快打死他！快打死他！哎呦！走到桌子后面了。下来吗？听起来九千安全，不行，他没了，没了，还剩有两只啊！没有啊，那两只刚刚正在致盲啊，也致盲，还致盲啊！旁边有一只，我一直被打，被来路不明的敌人打。哦，这边还有两只，附近有一只散弹。啊！刚才要解除了，好，你这边好爽哦！来，我还踢足球，踢足球吧。怎么踢足球啊？你问这颗球啊？使出你的爆炎风暴。嘿，有看闪电十一人的都知道。我没有看，我不知道。你打我啊 ！Target location reached. Deploy explosives.
子弹吗？没有。子弹应该他这个之后吧。东西看起来很危险。有人要帮我补血的吗？是看得到底的吗？老师，你要补血吗？觉得还是退后好。哦，致盲了，怎么都看不到呢？我这样有杀到东西吗？好像没有哎、欸，囧了。不行吗？等一下好了，等我的冷却好。哎呦，被迫逃离。Warning, agent on your team is down. Requires assistance. 哎，怎么还有人打我啊？啊，过来过来，这边。右边还有两位，没有看到。我这边，我这边，我来了，我怕，我怕，我怕啊！手弹，小心，小心！啊，手榴弹，我躲不掉，我爬得太慢了，自盲了。等我还你们一个。哎，小心，手榴弹！多的背包，你可能可以改带弹药平台了。这样子，你换子弹的时候就会。可是万一我倒下的话，我就没有办法自己爬起来了。可以啊，按正方形还是可以复活，只是它不会自动而已，你要爬过去。什么东西？怎么有那么奇怪的？什么叫奇怪的东西？没有奇怪的东西啊。为什么不知道啊？那个子弹平台啊，对啊，子弹平台啊，还是可以复活、啊，只要自己按，没有办法立刻复活而已。有点冷，有点冷。你妈的，这个炸！我被触电。你妈，你爬回来我这边。又那个触电。好可怕，反弹枪！哦，好可怕，反弹枪！我在这边不管躲哪边都不太对。弹药用尽。哦，那我直接打我啊！你看橘色的那我觉得他是敌人，你知道吗？还没，我是卧底呀、啊，干嘛这样？我卧底呀、啊！哎、欸，谁在打我？哎呦！我去！啊，好痛！超痛的！肚子后面。而且他们数量越来越多了。
来复活。啊！不要背着我。还踢耶，还踢耶，很会踢，是不是？啊！我去叫哟，我去叫。来就。你在附近啊？怎么两只都是盾牌啊？哇，他们有那个补血平台啊！可恶，被他们撞死了，在上海外。如果那个平台不摧毁的话，他们就狂补血。先把那个血块，先把那个医疗兵的打掉。我这边射不上医疗兵的不行。我射掉，我射掉，快射！子弹哦！等一下，子弹呢？我那边有子弹箱啊。在哪里？在我这里啊。那我不过不去，可以不会啦，压死他了，你可以过。我还有我这些武器。还有，真假？鸡巴，快过来！这句话应该是我要说的。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喜欢，分享出去，订阅我们的频道，获得最新影片的资讯。谢谢大家的收看，拜拜。